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本周奈普敦周刊的时间。这一周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系统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法，我把它称为见树又见林的思考法，它很重要，不太容易理解，不过我们会努力用一些浅显的例子，深入浅出的让大家能够尽量来理解它。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一开始的这个第一张投影片是学习与组织五项修炼彼得圣吉在二十几年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第五项修炼就在讲这个东西他就提出这个建立个人愿景、自我超越、团队学习、改善心智模式跟系统思考，总共有五个修炼。你这五个修炼都做好的话，你的组织就很有活力、很有生命力很有学习力、很有竞争力。那第五项修炼就是系统思考。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讲系统思考。那我这边有这个几句话的，我说如果你系统思考做得好，你就会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无量法门悉现在前这个是系统思考的重要。这样你对于愿景目标大家就会有共识大家就会往愿景去前进这个能够建立共有愿景所以系统思考除了帮助你看清楚问题以外，它对于我们厘清我们未来的方向、目标、愿景也有帮助好，那往下看那我这边提出这个几个简单的定义先从简单的开始。我觉得系统思考是一个见树又见林的思考，就是整体的思考。第二个是看见事项本质的思考，你要看清楚真相，因为很多人只看表象，没有看到真相。第三个是知见真知灼见，知见是比较像佛家语佛陀的知见，就佛陀的智慧。那知有时候大家以为是知识，其实要转世成智是 智慧不是知识，所以我写真知。见呢要见地要灼见，看到人家看不到的整体都看到了所以这个三个你都做到的话叫做系统思考那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这个如果你看左边它是建林因为在树林里面看建林看到很多树干。如果右边呢这张建树你看到很多树梢还有看到云在这树在云雾里面等等那所以建树又建林，你两个都要会你不要只有看到这个树没看到林。像有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他是说有个园丁，他负责管理一个大花园，可能是国王的御花园好了。因为他有一天在修剪他因为他埋头苦干就剪，把一些花树啊都剪得很整齐。哇，结果从上空一看糟了，刚刚为了整齐把它剪掉，原来有一棵可能是一个他的树路整个指标如果让他不要把它剪掉会更美等等，他就犯了一个错他就很忏悔。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这才是也是系统思考。可能一些细节也又不能不注意所以你又要能够宏观又要能够微观，这也就是系统思考我记得有个小故事，他说在日本有个幼稚园这个老师就出了一个作业这个百货公司叫小孩子画画，就有个小孩子教了一幅画教这幅画是什么呢他这个就他画了很多很多什么大人的脚老师看别人小孩子百货公司都各个什么商店专柜什么这些玩具啦、衣服啦等等的专柜，就他就画了很多大人的脚。他说这是百货公司吗？那个小孩子就回答说对啊，上礼拜我妈妈带我去百货公司，我就看到一大堆大人的脚原来可能是周年庆人太多了那小孩子 很小他只看到大人的脚，这是什么？这就是他只看到树你看这些树干是不是很像大人的脚类似这样的好，所以你要见树又见林这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实录式这从这个佛家的角度来讲，你可以用实录式来当做系统思考。天台宗也是把这个很重视实录式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等。那这个要怎么用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好了，
假设你看到一个人很美，好，这很美是他的相，罗氏相，好，可你要知道罗氏性了，他这美是天然的还是医美啊？人工做出来的罗氏性，他性不一样，对不对？天然的他有天然的美啊，那个人工的他可能会比较僵化啊，等等，他性不一样。好，那这些例子啊，就很明显。那另外，我们在佛家上，我们可以啊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就是舍利弗遇到马胜比丘的例子啊，你可以来学识如是，它蛮好用的啊。舍利弗是佛陀的弟子啊，这个智慧第一啊。那他年轻的时候是拜另外一个老师，他可能不太满意，他觉得还要找更好的老师啊，名师。那他就跟他好朋友目犍连就约好说，我们去找名师啊，结果都找不到。就有一天呢，在路上看到马胜比丘，哇，现一个庄严相，如是相，对不对？那这个舍利弗很有智慧啊，所以他就问马胜比丘，你的老师是谁？他平常都教你们什么？哇，这个马胜比丘就跟他讲了哈，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原来这个老师教的法这么好啊，这如是性，他掌握到这个原来这个马胜比丘的相是来自于他的智慧啊，内涵的外显啊等等，所以他就体会到了。那你看马胜比丘对于舍利弗这件事啊，他有产生的一些作用，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啊，我就简化他了啊，因为今天是讲系统思考嘛哈。那他对舍利弗产生什么作用？他舍利弗跑回去跟这个目犍连讲，而且带着他的500弟子啊去皈依佛陀，有没有？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产生了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人跟人会有影响啊，这个变数跟变数之间也会有影响啊。系统在探讨说，你看这些影响力啊，好，就是如是力、如是作好。那有些时候还要探讨什么？佛家比较厉害是说，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啊，还有因缘果报。因为因有尽的因啊，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对不对？有的因是尽因，有的是远因。比如你为什么身体不好？你可能最近十年来都熬夜，乱吃东西啊，当然身体不好啊，等等，免疫力下降，这是尽的因。可是也有前辈子的因啊，前辈子你可能杀生太多啊，等等。或是虐待小动物啊，所以这辈子得到了一个生病的果报等等。所以因有近的因，有远的因啊，所以这个你都可以去探究啊。像舍利弗，他后来不是皈依了佛陀啊，皈依了佛陀，佛陀为他说法，他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啊，等等，这也是不同的因缘果报，因为他有他的愿力啊，他才会找到马胜比丘，找到佛陀啊。所以这个识如是，他就可以解释的蛮清楚了。舍利弗后来又被受记啊，成佛等等。好，所以识如是呢，我把它称为是佛家的这个系统思考啊，各位可以参考啊，可以参考。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体会到所有的变数啊，都受到什么时间、空间、类人之间的影响啊？为什么？我们刚才所以这个系统思考，第一个要把所有的变数找出来，可你要知道说变数啊，它都在时间中。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就有时间的因素在里面，还有空间啊，人这个不同的空间啊，你在不同的地方会遇到不同的事情啊。那这个再来还有人与人之间啊，我们在后面也会继续讲啊。所以记住，所有的变数都受到时间、空间、类人之间的影响。那系统思考在管理学上啊，它还有一些定义啊。这五个定义是我根据《第五项修炼》这本书啊，我在读的时候。一张心得笔记啊，因为彼得圣吉他有时候不太直接去定义一些东西，他要你去体会，真正体会，你真正体会也是系统思考啊。那我说纵观全局的能力就是见树又见林，刚才讲过了，使用真言正确架构的能力，掌握系统本质的能力，不连续思考的能力，体悟生命正义的能力啊。那这些能力啊，如果你都会用的话，就是系统思考啊。我讲不连续思考的能力好了，我们一般有线性思考就连续的，还有跳跃的，跳跃式思考就不连续的思考，这两种你都要会才是系统思考。很多人在做预算啊，就会这个用连续性思考，比如去年我们公司成长20%，今年也成长20%，这是最连续性的。那去年呢啊，我们预算这样编，今年也跟着这样编啊，
等等，这也是连续性的。这都可是事实上有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去年成长20%，今年可能景气大好，可以成长100%，对不对？还有成本，好，我们最常举一个例子，电子产品的成本每年下降20%，好，可是你知道今年可能会下降100%，为什么？新产品出来了，没人要买，所以这一款呢，可能降价100%。所以你要有不连续思考的这个能力，你要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它有线性的连续思考的事情，也有跳跃的不连续思考的事情，这样才是真实的真相。好，另外使用周元正确架构的能力，我常举一个例子叫 SWOT 分析啊。SWOT 分析里面就是说，我们做策略规划会用 SWOT 分析 ，SWOT 啊，我们之前在自我认知那一集有提到，个人也可以做 SWOT 分析，你的强势、弱势、机会、威胁。好，那这个很多企业就做 SWOT 分析啊，来做策略啊，这是可以的。可是有时候当环境变动大的时候，你要思考更周延，因为你还要做期望分析、内外部期望分析，还要做资料库分析，比如说内部期望、内部经理人的期望、员工的期望，好，外部呢，顾客的期望，这个供应上的期望、社会的期望等等，你有没有都去考虑？如果你都考虑了，就才是符合系统思考。还有资料库分析，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能力怎么样？我们累积了多少实力、多少 know how？ 我们有多少人力资源？我多少专利？好，这些都是我们能不能够达成目标、能不能够执行这个策略的一个基础。好，那这个都看清楚了，才是真正的系统思考。可是我们你看都很狭隘的只看 SWOT， 只看 SWOT 怎么会够呢？所以这个很多人不晓得啊，所以这个部分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啊。那接下来我想举一个上海地铁的例子啊，因为我之前在教系统思考啊，就收集到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啊。它是上海地铁设计的系统思考啊，提到说执行细节就决定了成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啊，他说拿上海地铁为例，上海地铁一号线是德国人设计的啊，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中国人自己设计了二号线投入营运，才知道其中有那么多的细节被二号线忽略了，就二号线的营运成本远高于一号线，似乎至今仍未实现收支平衡啊。那现在啊，将我所知道的二号线忽略的细节啊，条列于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看到这一段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台湾啊，我自己住永和，我们永和中永和到淡水线也是德国人设计的，第二条线也是就换成啊，这个台湾人自己设计。那我们的一号高速公路也是德国人设计的，那到了二号线也是换成这个自己设计。结果每次我开在一号国道的时候，哎，就觉得说，哎，这条路比较平。开到二号高速公路，第二条高速公路的时候，啊，这个就觉得说，哎，这条路就比较不平啊，等等，所以感触比较深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啊，他忽略了，啊，第一个叫三级台阶，地铁一号线的每一个室外出口都不适合地面齐平的啊，要进入地铁的路口，必须要踏上三级台阶。然后再往下进入地铁站，不要小看这三级台阶啊，在下雨天它可以阻挡雨水倒灌，啊，从而减轻地铁的防洪压力。事实上，一号线内部的那些防汛设施几乎从来没有动用过。与之相较，地铁二号曾经发生过被雨天啊被水淹惨的惨剧。好，这个就是你看两个是截然不同啊。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图啊，跟这个文字，图是我抓台北捷运站，台北捷运站曾经泡在水里啊。那这个就是有些设计就没有，你看有些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啊。那早期有些线一部分是德国人设计，有些这是可能是自己设计。到后来就学乖了，你看这高雄下面那一张啊，就是高雄捷运，你看它有这个台阶高起来，可能不止三阶，可能要五阶或几阶啊，看情况。所以这第一个三个台阶啊的系统思考，就是考虑外环境中的变数啊。系统思考就要把所有变数都考虑进去。那外环境会下大雨啊，那要看雨水的强度啊，
好，下大雨，哎，把因果都要想清楚。下大雨就会淹水，那车站就会进水，会造成损坏。好，那我们的对策就增加三级台阶。我刚才讲三级不够就五级啊。那这是小的雨，好，或中的雨。那大的雨啊，如果进到站里面，要怎么赶快把它排掉啊？也要有对策。第二个转弯，好，地铁一号线的每个出口都会有一个转弯，不会直接通到室外啊。那二号线显然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那他就直接出去了，就这样有什么后果啊？原来这样的话，你的空调、冷气都会跑掉啊，这样就浪费电啊，浪费很多能源啊，所以电费就不一样啊。所以接下来就要考虑到环境内的变数，刚刚是环境外的，环境内，环境内你装了空调，空调你为了节能啊，那你可能会装这个空气门，空气门要也是要成本啊，那这个你如果设计一个转弯，又可以不用增加成本，它本身就可以节能啊。再看地面装饰线，好像我们现在去搭高铁啊、搭捷运，哎，它地上有些线，你要自然会站在线外面。它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它当初也用这个黑色的大理石砍一条线，啊，再区隔啊，用金属的装饰等等啊。总而言之，你看到那个线，你就站在这边啊，站在安全的这边啊，就不会靠近。有大概50公分的距离，就二号线想说就月台站嘛，全部都铺一样的地砖，后来就发现哇，这样的话大家站在那站会太靠近轨道，为了安全呢，就派人来维持，这样就增加成本啊。所以你要考虑什么？使用者变数啊，你安全很重要，所以太靠近会有危险，会有伤亡啊，所以我们就用装饰线来区隔就好。所以你看这月台上面都有这些装饰线，或是你看还有这盲人的导盲线等等啊。好，第四个，站台的宽度。宽度就是说一号线的宽度比较宽啊，那个楼梯也比较宽，就二号线呢宽度比较窄，楼梯也比较窄，这样有什么差别？这样一旦人多的时候就麻烦了，人多呢哇就拥挤了，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也看不到这些标示啊，所以就造成问题。那后来二号线哇，那怎么办？赶快补亡羊补牢啊，哦，就是赶快再补，在柱子上贴一些标示啊。那这样的话，你柱子上贴标示就不能做广告了等等。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考虑营运流量的变数啊，还有让大家都便利啊，就是不管人多人少都便利。像我们知道，银行啊、金融机构或大企业要导入系统，都要什么？压力测试啊，比如说100个人用这个系统 OK， 500个人、1000个人、5000个人用都 OK， 啊，10000人用也 OK， 到了100000人就不 OK 了，100万人就当掉啊，或500000人就卡卡了等等。所以这个地铁站也要有压力测试啊，营运流量的变数都要考虑的时候，就全部把它考虑到啊，这个才不会造成拥挤或造成啊不便啊。所以这个站台的宽度啊都要合理。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哎，有些地方为什么要设计很宽哦？是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道理。再来，站台门的小缺口啊，这个一号线它设计的时候，它有留站台门啊。那地铁就是这个火车啊，这个车厢到达的时候，地铁车厢的门打开啊，这个那站台门跟它对齐也会打开。那这个这样有什么好处？一个是安全，好。一个是什么？节能啊，因为你这个空调啊，它也不会跑到这个轨道那边去啊，等等。所以那后来他们没有用啊，那没有用，这有很多原因的。因为我看到这个很多地方啊的这个车站，有的有像照片这个啊一半的站台门，也有全部的站台门啊，就可以隔绝空调的，啊，这个是可以达到安全啊。那也有没有的，有的可能觉得不需要啊，等等啊。所以总而言之，你要考虑使用者的变数、安全啊、节能啊，这个自己去评估啊，然后评估好。在第六个，车厢的照明啊，车厢照明就是说你这个站台啊，它的一个这个楼梯啦、柱子的这个位置啊，它要一号线都一样，这样你画图也比较方便啊。那你要有多大的亮度啊？月台要多大亮度？车厢要多大亮度？都把它算好啊。德国人我想他多少流明都会算得很清楚啊，好，他也都算得刚刚好，很舒服。
可是没想到说后来的时候，哇，这个营运者啊，他就引进很多广告，贴了太多广告就比较暗啊，所以就给我们一个启发，你要考虑到产品本身的变数啊，就是说还有使用的变数了哈。这个车厢看起来很明亮啊，它的广告就贴在窗户上面就不影响，所以你如果不把这些都考虑进去的话，就造成抱怨，造成不满意啊。所以你设计的时候要留广告的位置，像高铁它就留在车门的旁边，其他地方它就不给你贴啊。所以还广告张贴的政策啊，设计的时候是要留位置，然后营运的时候是要考虑说我给不给贴啊，或贴在特定地方。像台北的前，它是开放全部给你贴啊，好，就是地板也可以贴，哇，椅子上也可以贴，然后这个椅子旁边的啊，还有这个墙壁上啊都可以贴，甚至天花板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你要规范啊，规范好，然后就是这也是系统思考的一环。那最后我补充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你除了这个刚刚那几个例子以外啊，我对于捷运我印象很深刻，我读到说，哎，纽约捷运这个老鼠很多，为什么？因为它允许吃东西，它吃完东西有屑屑啊，乱丢的啊，那老鼠就跑来吃啊，等等。所以后来的像台北捷运，很多捷运就规定不可以吃东西，这样比较清洁，好，比较这个不会有这个卫生的问题、老鼠的问题啊，然后也比较好整理啊，等等。还有就是，哎，捷运到底要盖在地上还是盖在地下？捷运最早的名称叫 underground， 当然是盖在地下，盖地下成本比较高，花的时间比较久，可是也可以用比较久，而且比较不会有噪音啊，等等。好，可是我称为短空长多了，它一开始比较麻烦，可是后面是好处的。可是很多国家它会短空啊、短多长空，一开始呢花比较少的钱，盖在地上比较快，可是噪音啊还有美观啊都不好啊等等，所以把事情都想好。那可能地上地下这个大家可能很知道，可很知道你也要判断，要抉择啊，要抉择，做出正确的抉择。所以这一段的结语告诉我们说，小小一个地铁站就有如此多的细节啊需要掌握。那么学习跟引入一种制度呢，又有多少细节需要掌握？又有多少人真正努力去研究和思考这些细节啊？所以要这整个好好去掌握细节啊，去研究啊，这个都是系统思考啊。待会最后会给你讲我的建议啊。那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的形成，为什么系统思考很重要？因为现在一大堆是缺乏系统思考所造成的问题啊。这张告诉我们说，现在的从工业革命以后啊，工业革命以后就是哇，把东西做很快，因为生产线嘛，机器制造，大量制造，所以你只要做一小环就好了。在工厂里面，你可能只要负责装配一个锁个螺丝就好了。好，或是如果你是生产的这个科长或经理，你只要懂生产就好了，品管你也不知道，设计你也不知道，销售你也不知道，等等你都不知道，所以你只会看你知道的那一块。好，这个叫工业革命加深了专业化的程度，加深了社会的分化，因为大家都只顾这个，就造成本位主义，只顾自己，没有顾到别人啊。那这样你的思想久而久之就会僵化，就被分割了啊。你只懂你的，你其他都不懂。所以我常常说，一个总经理啊，最好懂大一点。总经理就是生产啊、销售啦、研发，或是要懂，最少要懂三个功能啊，或是财务啊、人事啊，反正你加起来，你不要只懂一个，只懂一个就会偏颇。那我来举个例子啊，这个分工片段分裂的思想，使人无法探究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系统结构运作的巨大力量。所以我刚才讲，总经理最好要懂多一点。那同样的，要不然会很可怜啊，哈。部署员工都会很可怜。像我们举医院做例子，好，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看病，好，她在很多年前她得了贫血，我带她去大医院看病，大医院挂了哪一个科呢？血液肿瘤科啊，她把肿瘤跟血液放在一起，好，就这医生只做什么？他只做抽血、验血、输血，好，开药就这样啊。那这个太狭隘了，就是说。那我妈去还搞不清楚她是什么贫血，就给她开铁剂，她有点偷懒，根本没有好好诊断，这个报告还没出来，她为了赚钱就开了药，
开铁剂给我妈吃。就各位知道，缺铁性贫血是最常见的，还有地中海贫血，还有免疫系统引起的贫血，偏偏我妈妈是第三种啊。好，后来这个他们输血当然会有点帮助了啊，就也很感恩这个医院的帮助啊，输了一点血回来一点点指标，好一点点而已。后来呢，靠自己啊，调食物啊，调什么啊，调养，哎，后来把它调好了啊。所以要有人去顾这个整体，所以医院现在也在提倡啊，要你要会有些要会诊啊，从加医科开始或怎么会诊啊。可如果你不去执行这些的啊，系统思考的东西的话，就会出很多很多问题啊。那另外再来看一个叫动态的结构，动态的结构它是告诉我们说，哇，这个原来系统是很复杂的，那人也是很复杂的。我说变数啊，系统里面有变数，变数受到时间空间的人之间的影响。我们先看人啊，人从一个你内在的这个需求开始，从你的心啊转变成一念心，一个内在需求，一个想法，因为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想法你就要去做啊，有个动机就去做行动啊，做了就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就造成一个结果啊，这个叫做动态的结构，它是有点复杂的啊，它有时候会变，有时候会很执着。你看这一个人而已啊，他有时候因为他会学习嘛，他会变啊，通过学习会变，他有时候他会执着啊。那如果是两个人怎么办？两个人就更复杂，三个人就更复杂。好，那这是人哦。那如果是两个团队，就它的复杂性，每个团队又有假设十个人所组成，它的复杂性就增加了。好，那两个公司呢？竞争呢？还是合作呢？啊，两个部门呢？是会冲突呢？还是什么合作？还是理解？好，所以学习组织它告诉我们说，你除了掌握系统环境的这个内外变数之外，啊，还要有动态结构的理解跟掌握。就是这一章啊，你还要有动态这个结构的理解跟掌握。再来就是他提醒我们说，你可以透过学习啊来改变，因为学习是心灵的转换，学习是行为的改变啊，你要不断的学习。好，那我刚才讲的这个人有时候会僵化啊，有时候会固执，但人有时候会学习会改变啊，那是好的。所以你有没有体会到生命的真谛？比如说一个企业，你有没有体会到说啊，我们企业除了把产品做好，让顾客满意啊，好，然后还要赚钱，可是要负到社会责任，还要让员工也满意啊，等等，股东也满意，社会都满意。这个企业如果把它当作生命体，你要这样看，个人也是一样，你个人啊，也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了，你要让大家都好啊。这生命的真谛是什么？你要想一想。还有时间空间的人之间的变数，你都把它想清楚了，这个就是系统思考，所以系统思考很重要。那么接下来举这个两张真实的案例啊，这一张是这个美国奇异公司他请专家做的啊，那我觉得它是符合系统思考。为什么？系统思考的源头如果在企业管理来讲，就是顾客满意跟高品质啊。你有没有倾听顾客的意见啊，将顾客、内部顾客、外部顾客的意见都来视为优先啊，这样就对了啊。我举个例子，有一年我跟我太太去一家这个五星级饭店啊，这家五星级饭店他以前不是做饭店，他就将一栋大楼新的大楼啊，来一部分来做饭店哇，他就买了很新的设备啊，什么这个电视啦、啊，这个卫浴设备都是最新的啊，沙发啦、啊、都是最新的啊。硬体很好啊，可出了一个问题，它管理跟软体 know how 是不好的啊。这个一开水龙头啊，没热水，浴缸的水很慢，水才来。各位知道饭店啊，它如果你要洗澡，一开热水就来，这是 know how， 你可能要透过锅炉的系统啊来做啊，这是可以做得到。可他们没有这个 know how， 他们去吃饭，明明餐厅里人不多，可他大排长龙，因为进不去啊，他的这个疏导啊接待。这个领台有问题，他等很久吃不到饭，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去了啊。所以你要怎么样有系统思考啊，就是说把整个方方面面各个环节都做好，这才叫做系统思考。因为我常常说系统的强度是由最弱的一环决定的啊。我去另外一家五星级饭店啊，他
这个房间是五星级，餐厅是四星级，停车场是三星级。我说他可能只有三星级。我刚才说那个美乐水那一家啊，他可能只有一星级啊。所以你如果根据顾客的意见、顾客的需求啊、顾客满意还有品质这边去出发去设计，就会对。然后但是执行的人要有热情，要有承诺，要以客为尊的心态建立起来。当这些都做好的时候，好，记住哦，这个系统思考它不是一蹴可及的，它不是一下子就会做到的哈。当你愿意去做，好，那你我常常说它是 learning by doing， 做中学，学中觉，觉中悟，在做中去找答案，因为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改善，系统思考的解答就在里面。所以人有时候不是很聪明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团队有智慧，大家愿意有热情、有承诺、有服务的心态，那追求高品质、追求顾客满意，这样系统思考最后会让你找到。所以一开始我们要找到系统解不容易，除非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可以，那比较复杂的就大家一起努力，但保持这样的心态，你就可以找到系统解。还有另外一个心态是什么？你要创新，还要重视速度。因为很多人找不到系统解，是他不敢创新，因为系统解往往不在现在的解里面啊，你就要跨出啊、一个创新的步伐领域啊，所以你要将改变视为契机，你要勇敢的去做啊。还有你看预见问题，有时候现在做了没问题，过十年、二十年啊，像有时候你现在花很少钱，可是将来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啊，这是很 stupid 的。可是我们也常干这种事，我就看我们这个行道树，现在种这个树很便宜，它长很快，可是哇，将来修剪的费用很贵啊，因为要运掉，要常常修剪。好，那倒不如一开始种比较贵的树，它不要常常修剪，也不用这些维护费，维护费比较少了哈。等等，所以要预见问题啊，那提出一个好的方法。另外一个系统解不能出来，是因为有官僚作风、官僚主义。你这个组织里面啊，比如有人提出新问题，我要这样做，就被打压啊，所以要铲除、痛恨跟避免这样的问题啊，致力简洁跟简单跟明确啊，所以要记住啊，所以官僚作风啊，就是会阻碍的这个组织的生命力跟活力啊，还有要了解速度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现在赶快做，你看那个以前华佗还是扁鹊，他们都说过类似话，你现在生病小小的赶快一天就好了。你拖一阵子要一个礼拜才好，再拖一阵子一个月才好，再拖可能就好不了，就死掉了。所以速度很重要，该做好对的事做就对了。所以系统思考是怎么样？你掌握正确的方向啊，正确的方向，然后有正确的策略。那也许一开始还没有正确的系统思考答案，可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一个观念啊，那你去做。系统解就在里面，这个组织就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啊！这就是系统思考。所以为什么我对这个蛮重视的啊？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们最后就来看这个最后一章啊，第五项修炼，学习组织的艺术跟实务啊。五项修炼有哪五项呢？刚刚一开始有讲过了啊。那这个顺序我是觉得没不重要。第五个就是系统思考。那这个他是提出第一个就是自我超越。所以我写右边蓝色的右上角，自我管理、自我驱动。在第二个，你要改善心智模式，我就写说要去除无明，消除执着。第三个，打造共同愿景，你就要认清方向，认同愿景。第四个，团队学习，你就要建立团队，和和互写等等。那第五个，系统思考，你就要做好整体思维，正确判断。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说这个系统思考怎么做，它的重要，还有它一些重要观念。那我想今天啊的时间就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啊！真的是很感恩大家的收看啊！那也很感恩今天的虚拟的特别来宾，就是彼得圣吉。因为彼得圣吉他让第五项修炼获得重视啊！那经过了这么多年啊，我希望我们也还能够持续重视这些问题，因为你会的这个系统思考，对你的这个事业、事业、家业都有帮助。对你的慧命成长也有帮助啊，对你解决问题能力也会大大提升哦，对你的思考跟智慧也会提升啊。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啊，非常感恩大家的收看。那这一期的周刊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记得要点赞，好，还要记得要传阅啊，分享给他人啊，这是我最大的期待啊，更大期待是期待大家都能够
持续的观看我们奈普敦周刊，持续的成长你的智慧，增加你的能力。好，非常感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再见。